拉起滚转，根据原来的十秒钟内完成三圈滚转。滚转之后，他再次拉起九筋斗。上扬叫筋斗。越过筋斗顶点，再次入云。四十度翻转摆出，接下来要表演的是极限弹拳。现在飞机冲动七十度，机翼几乎垂直于地面，飞行员将飞机由550公里每小时减到350公里每小时，此时的载荷将达到5个，达到了该机型的边界性能。这个动作展示了飞行员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较八飞机优秀的低空机动性能。单机极限盘旋再次通过观礼台，完成盘旋，脱离表演航线。